恭迎夫人回家，恭迎夫人回家，夫人真是国色天香，沉鱼落雁。总裁为您准备了10亿，供您开销。10亿呀！这里还有一张 VVVVIP 金卡，额度无限，供您随意使用。这还差不多。夫人，请上车。 怎么了？哎，妈妈又做什么？妈妈，你在这里吃饭。哎，姑娘，发什么愣呢？上不上？麻烦了这么长时间，你要是不上的话，我还拉下一个人呢。大叔，上，我们上。就是这两个小孩挺亲的，你能不能便宜一块钱呢？ 一块钱，上不上？有吧。师傅，你慢点开呀，还有俩小孩呢。知道了。哎，五年了，你们那有钱的爷爷奶奶。 怎么还不来接我们呀，妈咪？你别做梦了，我连爸爸都没有呢。 老板，你没事吧？我们没事吧？现在看到有点受伤。妈咪，我们没事儿，没事儿，妈咪。没事。没事儿，我的鞋呀！哎呀，这我咋能赔得起呀？没事，乖乖等我一下，妈咪先休息。 你老头，你怎么砍人？你看我蹭的！哎呀，我的肩膀疼了，疼死我了！小姐，你没事吧？疼死我了，怎么没事呢？肯定是骨折了，这个责任你们是要负的。 这个男人好帅呀、啊！帅哥，你结婚了吗？我一直在等。当然，这我一直在找。我就是金豆会摸的爸。想干什么？ 哎，又是一个白日梦。你抓着我还问我想干什么？哎，又有钱又帅，岂不是我老公？哎呀，好疼啊！我肯定要去医院了。是啊，要不要去送你医院啊？不用了，不用了，我这个人吧，心地善良，最不喜欢找别人的麻烦了。哎，你们啊，就别让人家大叔陪了，你们自己拍卖车漆。 我也自己去医院，就这样吧，拜拜。
不好意思，我下一下。。妈妈，那是爸爸。银豆，别乱叫，那不是爸爸。那就是爸爸。银豆回来，弄好了，乖。老板，那个女人她腿不是瘸了吗？啊，这人长得倒是挺漂亮的，没想到她骗我。这怪不得。银豆，老板，你听错了。听错了吗？可我怎么觉得好像错失了生命中很重要的东西？银豆，银豆，快点，来了来了。妈咪今天第一天上班又迟到了，妈咪你今天要加油哦！放心吧，我一定会努力赚钱养你们的。妈咪好棒，我们一起来加油！走吧，马上出发哦！我们感冒了，快迟到了，去吧。我到了。霍总好，霍总好。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不好意思。哎，你是？不是我，全部上了逆天的大帅哥，真是冤家路窄。老板，这就是这两天培养咱们的女孩，蹭了我们的车，她不想赔钱，还想洗头。不会吧？那个大帅哥是霍氏总裁？天哪，上班第一天就得罪了大老板，这喵的喵的！不是说妥了吗？把你拍了。不是在问我，不是在问我。对了，修车花了多少钱？八万八。看来某些人是霍氏员工啊，工资都放这里了。嗯。喂，大舅，怎么了？你又住院了？还要做手术？300万！你放心，大舅，我就算是砸锅卖铁，我也得给你凑上这医药费。我从小父母就说我，多亏你一把屎一把尿的拉扯我这，你就算是卖肾，我也要救你啊！怎么了？怎么了？电梯怎么停电了？你知道吧？这电梯出事了，马上有人来修。下来，给你3秒钟。不下，我有幽闭恐惧症，我害怕，救救我！再不下，我给你扔下去了。离开你，我就死定了。你怎么这么狠心？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啊！走，那我兄弟。这什么东西？这么硬，硌到我了。你耍流氓！你怪谁啊？你自己跳上来的，是什么长的这么重？我才不重，我100斤都没有呢。是吗？这是吗？你有手，踩死你！你，霍总，对不起啊，我不是故意的。霍总，您大人的大量，应该不会为难我吧？对，谢谢霍总。霍总，拜拜。哎，老板，您是吧？帮我查查，是哪个部门的？对吗？何总。嗯。霍氏娱乐几千号人，他一个总裁日理万机，肯定不会激动的。对对对对对对。喂。喂、是你啊？一个声音都没有，真好。四小姐，这是修车的账单。一共花了88万，我们霍总说了，从你的工资里扣。我哪还有这么多钱？你别走，我还没走呢。你个不长眼的竟然敢撞我！知道是谁？我现在可是最火的大明星，你敢撞我？十七，你在这儿干什么？难不成你在这儿上班？你谁呀、啊？
你不认识吗？别跑呀你！我没看错吧？一个人尽可夫的贱女，居然还有脸在这工作呀？好狗不打，让开！哎呀，还挺凶呀！这五年前也不知道是谁在家门口哭着求我让我收留他。想起来那个样子，才真的是条狗呢。怎么是你？你怎么会在我男朋友？怎么？你很意外吗？我跟他啊，早就在一起。你是我最好的朋友，你怎么可以这么对？什么？好朋友？你现在连一个住的地方都没有，和一个垃圾有什么区别呀？你和我是好朋友，你配吗？我爸妈资助你上大学，到现在你就是这么回报我们的吗？你信我？还欠了一屁股的债。现在的你啊，只不过是一个人尽可夫的东西。对了，我之前给你下的药怎么样？爽吗？原来那天晚上是你。五年了，你一点悔改心都没有，你就不怕遭报应？遭报应？那遭报应的人应该是你吧？我很好，我现在可是你刚发不起的大明星，而你呢？这几年你一定很惨。看着你现在这个惨样，我真的是开心死了，好开心呀、啊！看见你变化这么大，我也挺开心。嗯、你这胸以前没有这么大。哎，还有这屁股，够呛。你，就是这鼻子不行。哎，太尖了！石浅，不要胡说八道，我可没有整容，是吗？我可有你以前的照片。对，把手机给我，手机给我！哎呀，我看朱莉姐摔倒了，让她平时那么嚣张。就是，你怎么这么不小心？都30岁的人了，连路都不会走。石浅，你居然敢绊我！话不能乱吃，话不能乱讲啊！你是我爸，你我你可知道？把监控给我调出来！朱丽姐，监控坏了，喝杯咖啡消消气。你想死？我就说，石浅一个大学都没有毕业的人。怎么能来到祸水上？原来是你给介绍的。服务员不就是个打杂的吗？好，你去给我冲杯咖啡，就别人冲的，我喝。朱莉姐，这咖啡谁冲的不一样吗？一样吗？石浅，朱莉姐，你干什么？我看太一样，这杯咖啡啊，太烫，手红了。怎么样，打杂的，你有没有觉得很烫？确实挺烫，你也试试。咖啡的确挺烫，我也没拿稳。你竟然敢泼我！啊，我的脸，我的心满了血色，赶紧给我拿纸片呀！你妈有脸笑？你们是不是不想干了？朱丽姐，对不起，对不起，别生气啊！生气？那被他抽了！
石浅，你们也不用来上班，别开除，给我滚！你想开除谁？你想开除谁？顾总，顾总，顾总好，顾总，您可得替我做主呀！你看我现在这个样子。 这记者要是看到了，又该乱写了。就是他，就这个石浅帮上这样了。哎，真是冤家路窄呀！他不认识我，他不认识我。你明知道自己是明星，一言一行都被人看在眼里，还敢在大呼小叫，醒醒！霍总，明星这工作你不想干，也得胜任的。霍总，我知道了。还有你是谁？霍总，我试试。 朱丽作为公司的艺人，不管什么原因，你都不应该这样对你。我知道了。收拾东西，去保洁部报道，这一层厕所归你。什么？扫厕所？小气！天价！我死仇都报不干。 庄宇二爷罪证的 U 盘私家侦探送过来了，我给您放到保险柜了。知道了。二叔人在哪里？在赌场里。输了几个亿给董事们，现在哄的那些董事团团转。他也就会去找像咱俩的。死仇的道和蛋，扣我八万八，还让我扫厕所，说你上厕所没洗劲，真的，定有理。结了婚了，不要你去。 生孩子更是件什么事？总有天明吧。你下他的头，在地上我走，我走，我走。我走。 石浅，你胡你吧！我不是故意的，我什么都没干掉。你还想看什么？啊！在厕所里，在厕所里，我去看看。 人呢？怎么没人？你起来了，往后一点。我摸到了什么？什么都没有。神经病了，别在这儿自己作死。你以为是你自己不会碎碎，躲在门口偷听别人说话的？屁股还忘了？怎么骂着老板？胆子还不行？我又没有指名道姓，是你自己对号入座。 这声音，快过来看看！这门把手怎么转不动呀？里面有人吗？蹲下看看，看有没有人。是我。啊，霍总，哎呀，我的天哪！啊，不好意思，霍总，快快快！正好现在厕所。 老板，你来了。周总编来了没？还没到呢，我顶了一刻钟了，赶紧去找周总编，要不然今儿这发布会可就黄了。赶紧去呀！ 这怎么办呀？这本来周总编应该在上面讲的，电影里是外景，可现在哪里有外景？这人一找不到。王小东，这条线是很小众，这周总编也是查阅了很多历史古籍的。这稿子全是他一个人写的，这别人都不知道啊。这随便找个人上去，恐怕是不行。你装的东西，那谁想懂？谁想？对，石强肯定知道。石强，过来。
我过来。之前你从小熟读历史，看过那么多古书杂书，你应该懂吧？就是长孙公主登基前那段历史啊。长孙公主不是女人吗？她登基前那段历史被销毁了。就她，她懂什么是历史吗？她懂这长孙公主是谁？我如果知道了，你就不要再吹牛了。你一个大学都没有毕业的人，简直就是个文盲啊！之前原来连大学都没毕业啊！他为他当盲了，小美放开了吧？就是啊，你没毕业你干什么？要原来肯定就被搞砸了。你们都不知道我们家石浅家里藏书有多少。小心，你不用解释。你不是不相信我吗？那你敢不敢打个赌？打赌？我劝你啊，就不要大言不惭。你要是想上呢？上呀、啊！如果你敢上，今天啊就跪在这地上，给你磕三个响，都叫你一声奶奶。行，乖孙，你等着。天哪，他干什么？喂，思琴，他真的敢上去啊？就是。行不行？把人叫下来，让他试试。可是如果以你想这么大的效果，如果搞砸了，这后果是意想不到。所以，你能找到其他人吗？大家好，我叫石浅。这次咱们电影的主角是长孙公主，由我寻他大人。而长孙公主父亲呢，是已出了宫的昏君，叫杨帝。杨帝在位第27年。天下大乱，战火纷飞，百姓流离失所。听说这段历史已经缺失了，周主编查了好多资料才不全的。啊，天哪，他居然这么懂，石浅好厉害啊。霍总，你从哪里找的这小姑娘？讲得太精彩了，咱们的新电影一定能大爆特爆。这个女人倒还有点用。你真是太厉害了，简直是力挽狂澜呀！今天要没有你，还不会就开天窗了。石浅，你可是我们现在大工程的辛苦机构。你只不过是瞎猫碰到死耗子而已，别得意太久。哎，你没着急走吗？我还等着你给我磕头呢。石浅，你们也太过分了！我可是大明星，如果我的形象损坏了，你知道对公司影响多大？话是你提的，你说出来的时候就不怕对公司的影响吗？好，我呢不会是你这种人，一般见识。让你再嚣张！霍总，你看在我今天为咱公司争面儿份上，就不要让我嫂子死了。老板，投资方发的消息说今天晚上开机，要你去那边。那大家都去吧。这个这要干什么？要不然我妈也去给他妈的开店。是啊。呀，好好打扮打扮，你可是校花。我今天一点都不好看。Thank you.
哇，好美呀！我的天哪，石浅，你太美了吧！你比明星都漂亮呀！那是，我们石浅以前可是校花，追她的人可以排好几条街。太迷人了，你好漂亮！哎、小嘴真甜呐、啊！仙女碰我了！哎，时间快到了，走吧，我们要去惊艳全场。你们先去吧，我再整理一下。那我们先走了，你要快点来哟。走了。喂，青豆。妈咪，你下班了吗？没有啊，妈咪在化妆间呢，马上去参加宴会了。可是张阿姨把我们送到你公司了。什么？她怎么这样啊？嫌公司地也不能说不干就不干呀、啊。妈咪，你怎么了？啊，没事没事没事，你先带妹妹去大堂玩一会儿，妈咪一会儿忙完就下来接你们。好的，妈。妹妹，妈咪一会儿才下来，你乖乖跟紧我，不要乱跑哦。哥哥，我想上厕所。怎么有小孩在这里、啊？我憋不住了，哥哥。有了，跟我来。叔叔，你可以告诉我厕所在哪吗？咦，这个不是上次撞车的那个叔叔吗？爸爸。爸爸。记得叫我吗？银豆这个小花痴又乱认这个帅叔叔当爸爸了。叔叔，不好意思，我妹妹认错人了。我没有，这就是爸爸。明明是第一次见面，却感觉他们很熟悉，看到他们就很开心。小朋友，爸爸可不是乱认的啊，你们怎么自己在这里啊？你们的爸爸妈妈呢？他们说不要乱给陌生人暴露信息。小家伙挺聪明啊。叔叔，你可以告诉我厕所在哪里吗？好啊，我带你去。真希望他们是我的孩子。副总，您的龙图戒指修好了，我给你放在化妆间里了。爸爸真好，还给咱们买蛋糕吃。哼，还要不嫌弃你这个傻。哼，爸爸才不嫌弃我。说了多少遍了，那是叔叔。爸爸，爸爸就是爸爸。妈咪说过，我们的爸爸是一个戴龙头戒指的男人，这个叔叔没有龙头戒指。你怎么知道他没有？小小，你回来了吗？快帮我拉一下拉链。哎，这该死的礼服总算穿好了。银河戒指是你五年前皇朝酒店订婚的男人，是你五年前皇朝酒店订婚的男人。五年了，我可算抓住你，等看看你是谁。我的天，怎么回事？他们怎么灭？那一晚的女人居然是史前。哎呀，疼死我了！这肯定是骨折了。踩死你！滚！史前，招惹了我这么多次，这个小骗子终于落我手里了。都要看看你到底是谁。你非要看我对五年前那些毒，还是想重温一次？你这个不要脸的臭男人，还想占我便宜，看我不打死你！这五年找我做什么？我找你算账啊！居然不带……不带什么？难道你怀孕了？怀呀怀怀，谁怀孕了？不要乱说！那你说我不带什么？不行，绝对不能让这个人知道金豆银豆的存在。
你不带脑子啊？那天晚上我是重要了，你也重要了吗？知不知道你毁了我的清白，我可以告你的。重要吧？我说那晚上怎么那么有激情？这些把我扑倒，看来我才是受害者呀。你是受害者，我可是第一次。明明是我吃亏了。原来那一晚我和他都是第一次。可是你的反应一点都不像。你闭嘴！我告诉你，以后别出现在我面前，不然老娘见你一次打你一次。不行，就这么走了，太便宜这个混蛋了。怎么不走了？你知道你把我害得有多惨吗？那一晚之后，我男朋友就跟我分手了，我们都已经订婚了，我的名号我不要。这个小骗子又开始演戏了，那你想怎么样啊？你也是在这个公司上班的，你哪个部门？一个月工资多少吧？一个月10万吧。这么多？这家伙难道是公司的高管吗？没想到还真叫我猜对了，金豆银豆的爸爸是个有钱人。那你想让我娶你？对你负责？谁让娶啊？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不要人那就要钱了，说吧，想要多少钱给我？喂，那我马上过去。我有点事急着要走，加个微信吧，还是联系。真的？好吧，你要是再敢骗，我就把你贴在公司的大字报上，说你始乱终弃。那都别找到了，找到了吗？被人打晕在杂物间，现在在排查室收集。人怎么样？已经送医院了，估计还得休息一段时间。大楼的电路被破坏了，整栋大楼停电了1分钟，刚刚连上备用电。下手的人找到了吗？还没有，我们现在还在排查室。老板，又看不见了，人一定还没走远。公司大楼给我搜。二爷被发现了，快点他在到处搜查。小朋友，你们爸爸妈妈是不是在这里上班呀？叔叔是你爸爸妈妈同事，然后送你们一个礼物。哇，小熊。喜欢的话就要好好照顾他哟，过几天叔叔肯定要过来检查的。好。你们在这儿呀？妈咪，小小阿姨，你们不参加宴会了吗？公司出了事，所以宴会都取消啦。哪里来的小熊？长得挺可爱的。刚才有个叔叔送的，他说他是妈咪的同事。妈咪，我刚看到爸爸了。看到爸爸了？哪儿来的爸爸呀？银豆这个小傻瓜，刚才把上次撞车的那个叔叔认成爸爸了。什么？银豆，不是跟你说了吗？你不是爸爸，你不要去招惹他。谁呀？爸爸，老板，怎么了？刚刚好像听见那个小家伙又叫我爸爸了，看来我真的很喜欢他，居然幻听了。没事，走了。他俩的爸爸是霍总？不是，不是，怎么可能？金豆和银豆的那个便宜爸爸就是公司的人，这么巧。记住了，不能让那个混蛋知道，万一叫他知道回来跟我抢金豆银豆怎么办？老板，人已经死了，送我跑出公司的时候被车撞了，那个 U 盘也不在他身上。死前也没有交代 U 盘的去向。有。U 盘到底在哪里？给了孩子，给谁？龙，龙，龙什么？去查，调查货车所有情况。查清电路恢复后，
看这人和谁接触过，其中没有帮过孩子。哎，谁想他呀？8点多还在，公司哪个部门在加班呀？怎么了，宝贝？还没睡吗？妈咪，今晚要加班吗？妈咪，加班太辛苦了，你先吃点水果，没有钱也没有关系，我可以照顾好银豆。谢谢金豆，我们金豆啊最棒了。妈咪，我也要。你们两个乖乖去睡觉吧，走吧，盖好被子哟。要不再给保姆加一千五？可是我的生活费怎么办？财神爷终于来了！这个家伙是故意气我的吧？真是人品，气死！看我不饿死你这个资本家！他如果还价的话，我的底薪就是50000块。完了完了完了！他打过来了，我该怎么说？喂，我给你打了50000块钱过去。我的天呀！他真的给我找过来了！不是要500万，50000块就这么高兴了？傻乎乎的。收到了。是就5万吗？我不是说了500万吗？可是我全身上下就50000块钱，都给你了。你说你？你月入10万，怎么只剩5万了？是啊，都花了。都花了，这个败家玩意儿。那以后我的工资都交给你保管吧。可以啊，没问题。以后你的工资都交给我，你的零花钱都由我来发。那我是不是得谢谢你？那当然了。这个败家玩意儿，幸亏认识了我。嗯，那个大魔王刚刚是不是看了我一眼？一定是我的错觉。过来。大魔王叫我去干什么？我这两天没犯什么错吧？吓死我了你！你怎么这么大反应？大魔王叫我去取，记得一会儿给我烧纸啊。我给你烧杯咖啡吧。咖啡一杯好几十呢，我可不配。这个女人刚收了50000块钱，又没钱了。服了你这个抠门精，我请。谢谢宝贝，记得加糖加奶，爱你哦。我进去梳洗了。霍总，你找我有什么事吗？上次发布会那事啊，表现不错，剧组那边差个人。过去帮忙吧。我吗？不愿意啊。愿意，当然愿意。加工资。你很缺钱吗？钱谁嫌多呀？嗯，霍总，我一定会去剧组好好干的。谢谢。真是个财迷。那个大魔王总算干了一件好事，我还没进过摄影棚呢。石浅。你来这儿干什么？石浅，你来这儿干什么？怎么，我来剧组还需要经过你们的同意吗？站住！
我是来这儿工作，请你不要妨碍。工作？这剧组有什么能让你干的活？难不成你是在这儿打扫卫生吧？我是新来的编剧。就你也配啊？现在怎么什么阿猫阿狗，你还来当编剧啊？就凭我的能力，你不服自己去找霍总。找霍总？我就说嘛，昨天呀还是个臭打杂的，今天就成了编剧。哦，知道了，原来是爬上了霍总的层是吧？石浅，你可真是贱呀！寸贱，谁比得过您呢？您可是大明星呀，你又爬了几个人床？真是伶牙俐齿，和五年前果然不一样。真是啊，不要自尊去勾引男人。石浅，你现在真是人尽可夫的贱人。朱莉姐怎么了？惹你生气了？是不是你惹我们朱莉姐生气了？哟，剧组的编剧啊，我们朱莉姐可是剧组的女主角，你什么身份还不给朱莉姐道歉？道歉？给我道歉啊，可就便宜她了。师姐，你现在就是一条狗，你呢只配给我擦鞋。哎呦，鞋脏了，来吧，给我把鞋擦干净了。赶快给朱莉姐擦鞋道歉。就是惹了朱莉姐不高兴，让你在剧组混不下去。对不起朱莉姐，可以了吧？你这什么态度？是道歉的态度吗？你别欺人太甚。欺负你又怎么样？这里是剧组，你正方这儿是你家了，你信不信我把你这张嘴脸分享给媒体？相信你的粉丝会很愿意看到这一面。你敢？你可以试试。朱莉姐，看把他狂的！没关系，像他这样让他狂，等会儿在组里有的是本事。你妈就等着看好戏吧。走。导演，一会儿要拍这场戏，可是人家还没有什么灵感，我能不能多练一练？可以啊。那人家想找个人陪我练。嗯，行，去吧。石浅。来，陪我走戏。导演，我还不需要这场。我打你就是这场戏。我是女主角，你是间谍，我打你。朱莉，你不要太过分。过分又怎么样？我对你过分，你就得认着。导演，人家刚才光顾着打戏了，没有说台词，能不能再来一遍呀？哦，可以。贱婢竟然敢背叛我！哎呀，导演，人家刚才说了台词，但是情绪不好，能不能再来一遍？嗯，打吧。贱婢，哎呦，石编剧。不好意思，我刚才下手有点重了，你没事吧？要不要你起来休息一会儿，我们等会儿再继续啊。朱莉姐你可真厉害。就是朱莉姐真厉害。石浅，这可是你送上门来的，我不打死你我就不姓朱。导演，我是新来的跟组编剧石浅，我能看一下剧本吗？嗯，看吧，辛苦了。石编辑，怎么样？我这会儿啊，已经找到灵感了，继续吧。贱婢，你竟然敢背叛！既然你敢打我！我当然能打你，这第一巴掌，我打你父亲逝世为首孝三年，我枉为人子，是我也不孝。第二巴掌，我打你数次不尊圣旨，建军，
枉为人臣，是为不忠。我打你忘恩负义，副将为你挡剑而死，你可有妥善安置副将家眷？枉为人臣，是为不义。你竟然敢打我！ 这第四把人，我打你坑杀周国三万战俘，你枉为义军之将，残暴不仁！你这种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之辈，人骗我晋州。好，太好了，这招想的太妙了，真的太好了！这招下的有如神来之笔，你是怎么想到的？ 长孙公主这个历史上的女将军本来就是一个毁誉参半的人物，有人尊崇她开启一代盛世，也有人说她专断独行、武功残暴。但是我刚刚看了这个剧本，这本子上只有她为人歌颂的这部分，所以我就灵机一动，加上了这么一段。加得好，这样整个人物就变得更加立体了。好，就这么演。朱莉，你感觉怎么样？导演。 说什么呢？你怎么能听他的话呢？剧情我不听，编剧的难道听你的呀？霍总，您来的正好，就这个时间，他随意改动周府编的剧本，而且改得乱七八糟的。我就改去了，就按他改的演。你们，霍总。 你看看人家干嘛呀？你的脸肿了，很丑。谢谢副总。我夸奖你。谁给你的权利改的剧本？刚刚不是说我改的挺好的？改的好，但是你不应该改。周国斌是国家一级编剧大师。 他的本子你也改动，公司的规章制度我一抄十遍。二十遍。三十。什么什么什么？老板，你要的兵大点。对了，你要这个干什么？石浅的脸肿了，拿去给兵会一下。啊，是。啊，对了，就说是你走。 给他了啊，给了，没说是我送的，没有啊，您不是不让我告诉我？没事，拿的什么？谢谢老板，您让我查个监控，你消息，你看，原来是他们，老板，您认识这两个孩子？是啊，见过他。 很可爱的两个孩子，对了，他们父母找到了吗？是公司哪个银行？这员工登记也没有这两个孩子的信息，我回去去查，查一下市内的各个幼儿园，他们是一对龙凤胎，应该会有差。全身搜索，把这两个孩子找出来。是。老板，这都9点了，我要不送你回家？啊。 寨主来了，出来接待。啊，不用了，出来跟我一起回去吧。什么人的信息，霍总收到，心情都变好了。难道网恋了？妈咪，你知道谁聊天啊？
支付宝到账十万元。阿咪，我们是不是不用流落街头了？感谢金主爸爸，阿门。感谢金主爸爸，阿门。好了，你们两个快去睡觉去吧。好嘞。你今天过得怎么样？别提了，我好惨，被一个疯女人打了脸，脸肿得像猪头。怎么脸肿得这样子？不是给他冰块了吗？喂，吃消药了吗？疼吗？当然疼了，算你有良心，居然知道关心我。不像我们那个老板。你们老板？我觉得霍总很有风度啊，关心下属是个好老板。他有风度？我这可是工伤哎，他不关心我，居然还罚我。他罚你是为了你好啊。罚就是罚了。说，麦相思，你胳膊肘往哪儿拐呢？你居然站在霍景川那边说话！我告诉你，现在我跟霍景川是表里不一。我问，我和霍景川同时掉海里，你会救谁？这个小混蛋竟然说和我势不两立！说呀！你这是胡搅蛮缠。我觉得霍景川为人正派，对下属赏罚分明，公平公正，非常优秀啊。他公平，他正派，他优秀。神经病吧你！他就是个大魔王大混蛋。他既然骂我，是吗？我觉得你背后这样说你老板坏话不合适吧？哼，咱俩谁跟谁呀？而且这可不是我说的，这是咱们全公司上下共同的认知。还共同的认知？对啊。不然为什么公司上下全都喊他大魔王？还有呢？他的外号可多着呢，还有活阎王、大冰块、花皮、黑脸怪，太多太多了，我都记不起来了。反正啊，他没有你说的。喂喂，信号不好啊。霍总今天奇奇怪怪，笑得可阴险了，看我的眼神，汗毛都竖起来了。对啊对啊，我也有这种感觉。阴森森。嗯。聊什么呢？这么开心？哎，霍总，这就好。大家最近辛苦了，为了犒劳大家，霍总需要去参股。霍总，我知道哪里的菜好吃。那今天晚上咱俩一定要喝一杯，不醉不归。为了犒劳大家，今天晚上继续加班。就是不会这么恶心。白家子，你是不是给大魔王通风报信了？之前，霍总让你去他办公室。霍总，听说你叫我来有事。知道我叫你来干什么？公司的规章制度，不依照水平。啊！我随时抽查你。不会是叫我来背规章制度的吧？霍这个员工守则第一条。服从上级领导指挥，不在公司尽忠职守。第二条，不信谣，不传谣，不在公司乱八卦。你在干什么呀？不是你叫我来背公司的规章制度的吗？本来不是的，不过。霍总，其实吧，我也没被劝呢。我这两天工作太忙了。嗯。我治不了第四条。那你现在背吧，什么时候背完什么时候走。啊？现在背。五点前背完，接着走。
天哪，世界上有这样的霸总吗？居然让我被员工守则，还不如潜规则我呢。时间到了。小婉，虽然背的磕磕绊绊的，不过也通过了。啊，去合同，加薪30%，霍总，您这不是在跟我开玩笑吗？还是第一次。谢谢你，霍总。霍总，我去给你加点水。我的心跟你他们有。哎，是老板。我刚刚只是想问你，刚刚怎么了？怎么会对师姐情不自禁？天哪，我疯了吗？刚刚居然想亲她？呸！都是幻觉，什么都没发生。对对对，我刚刚把他衣服弄湿了，他不会给我穿小鞋吧？要不要进来看？不用不用，我看得很清楚。哦，不是不是不是，我只是想着你刚刚衣服湿了，问你需不需要帮忙。看来你需要。小骗子，还没看。老板，说吧，什么事？孩子找到了，你看一下。星星幼儿园。哥哥，校长为什么要喊我们来这块？石头，还有你不知道的吗？我又不是百科全书。不忘记。哥哥，他是不是你要爸爸？爸爸。爸爸，你是来看我的吗？对呀，来看你们的。你们乖不乖啊？乖，你们都最乖了。霍总，您是金豆和银豆的父亲，怪不得这俩孩子长得跟你真像。像我吗？仔细看看，和我小的时候还真挺像的。真希望他们是我的孩子。不是啊，我只是跟他们认识，小家伙们很可爱。啊，难怪呢。我说呀，你从来没来过。不过呀，跟孩子的妈妈倒是挺般配的。孩子妈妈又年轻又漂亮，而且还是单亲。妈妈很漂亮。小红娘，别乱点鸳鸯谱。不信你问哥哥，漂亮。我找金豆得问点事儿，最好把咱们妈妈叫过来。好，我这就给他妈妈打电话，让他过来。好，那我跟孩子们聊聊。好。喂，校长吗？金豆，你都出什么事儿了？好，我现在就过去。
小小，你帮我顶一下，幼儿园来电话了，让我过去一趟。啊？怎么了？孩子怎么样？应该没什么事，我先过去看看。金豆银豆，你们有没有事？怎么样啊你们？妈咪，我们没事。妈咪，我们很好。没事就好。校长，你找我过来是因为什么事啊？金豆妈妈，你来迟了，不是我找你，是……喂？哎，啊，好的好的，啊，他来了。喂，你好，我是霍景川。怎么会是大魔王？喂，喂，你好，你好，你认识我？不认识，不认识，我只是在电视上见过您的采访。你声音真好听。这声音怎么听着有点耳熟啊？嗯，大魔王的声音在电话里，怎么有点像败家子？是这样，我们公司丢了一个很重要的 U 盘，你们装着很重要的资料。监控拍到 U 盘被下到了一个网络，被人交到了金豆和银豆手里。可是刚刚两个孩子说，那个玩偶不见了。你对这个玩偶印象吗？啊，是这样啊，嗯，我好像见过那个玩偶，我回家找找看啊。可以。我来之前想见面和你谈。校长给了我你的地址，另外我们上面找到的。完了。哎，别闹了，快找！我记得我放这儿了，怎么找不着啊？妈咪，你每次都乱了东西，肯定搞错了。胡说，我才没有呢。妈咪说的对。妈咪。好了好了，你们两个小家伙快去睡觉吧。说呀。不是我明天来，今天来我们这儿顶多啊，东西在他们手里，多一天多危险。是啊，这二叔心狠手辣的，没有什么事把他们出来。哎，到金哥幺零二，放开我，放开我！都收起来，我别动，别过来，想要什么都可以，别伤害他，让我走也可以，让那臭娃娃把玩偶交上，你就走。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知道谁派你来的，我给你多少钱？我给你双倍。双倍？呀！哎呀！啊！啊！啊！怎么样？有没有受伤？没事。陪我家里。怎么了？怎么了？送警察局。行。站住！你受伤了？嗯，很疼，很疼。我没事。有淤青吗？这么严重？药在哪？在我房间里。好。过来。坐下。你先说。我的脑子疼了。啊，我清白。
这么疼，肯定会很痛的，你忍着点。妈咪，孩子醒了，我先去看一下。这里都是孩子的玩具，这是金豆哥家没错啊，怎么师姐也在这里？他们是你的孩子啊？不是啊，我是他们干妈。干妈？当然了，难不成你以为这是我的孩子啊？我上哪儿生这么大的两个孩子呀、啊？那他们的妈妈呢？这么晚了，你怎么会在这里？哎呀，累死我了！终于回来了。哎呀，这两个小鬼，非要大半夜吃西瓜。霍总，终于回来了！你差点害死我，你知道吗？怎么了嘛？霍总怎么来了？你想想，金豆、银豆是你的孩子？不是，我是他们的小姨。我姐不是出差嘛，就是我姐的孩子，我帮忙带两天。出什么事了？原来是这样。我还以为，以为什么？他还以为这俩孩子是我生的呢。我真是疯了，居然以为孩子是我和诗浅的。怎么了，凯南？喂，小什么？你快过来一趟，江湖救急啊！你快快快！妈咪。我的大宝贝儿啊，这个时候给妈咪丢链子啊。妈咪，爸爸，这个孩子啊，你看见漂亮的人就乱扔亲亲。爸爸，应该让爸爸陪宝宝睡觉。小银豆，小姨陪你吗？不要，叫爸爸陪你。银豆真乖。那我陪你睡啊，我先陪你都睡吧，等我醒了再说。大魔王居然有这么温柔的一面，爸爸要亲亲。你要不要亲亲呢？嗯。你们好好睡觉，我在这陪着你们，带你们睡着。银豆这个小傻子认得这个爸爸还不错吗？原来当爸爸的感觉是这样。唉，阿妈也不容易。东西找到霍总，你们在这注意安全。好，霍总您慢走。安排两个人日夜守在这里，务必保护他们的安全。终于算是逃过一劫呀、啊！刚才真是吓死我了，没想到霍总这么喜欢孩子，要不是因为我知道真相，我还以为他真的是孩子的爸爸。你说有没有可能那个败家子就是霍总？
怎么可能？你在做什么今天白日梦呢？我是他呀，不是也没关系嘛。你俩看着那么般配，你勾引他，反正不是钻石王老五。好像掉进了爱情海里，你是否也会有期许？我怎么也跟着你瞎想了？好了好了，明天我要出外景了，这俩孩子就交给你来照顾了，我来给你带回去。没有爱情，你只能奋斗事业。我的好姐妹，加油！朱莉姐，说两句吧，给我们透露一下新电影。啊，各位记者朋友们，你们好。我的这个新角色啊，是个大女主，戏份很重，还有很多台戏呢。那岂不是很辛苦？辛苦算什么？只要能演好小雪，再辛苦都是值的。哎，赵露小姐，你还没说啊，在这个电影里你担任哪个角色？我不是，我只是工作人员。工作人员？你长得这么漂亮，居然不是明星吗？天哪，这么漂亮居然是工作人员，太不可思议了。太可惜了，你朱丽姐都漂亮，跟我能合作一定会花心。世界上怎么在哪都有你？给我出去！这个房间我要了。你什么意思？这是我的房间。我知道这是你的房间，那又怎么样？还不赶紧给我滚出去！前几次的教训都忘了。记住，记住。你就是在故意给你找茬，那又怎么样呢？你别忘了，我现在啊可是霍二爷的人，我如果想整你，有的是办法。难怪这么嚣张，原来找到新的金主，勾搭上霍景川的二叔了。这么好的房间，师姐，你也配住吗？赶紧给我滚出去！哼，让你。站住！你又想干什么？我让你走了吗？都坐了一天飞机，你让他脚好累呀！你赶紧跪在地上，我摸摸脚呀！淑丽，你不要太过分，这样就过分了。我还有更过分。你想干什么？来人！淑丽，你要干什么？出什么事了？我怀疑这个女人啊，偷了我的钱。你呢？我还没箱子打开，也没清楚。是。站住！你们干什么？淑丽，你觉得很好玩吗？你不觉得很无聊吗？我觉得一点都不无聊。哎呀！你偷我的钱，漂亮。对了，告诉你们吧，我丢的呢不止这点钱，我怀疑啊，这个女人把钱藏在了她的内衣里。你们过去给我搜她的身。是。站住！你们别过来。你还痴心妄想当明星，也不看看自己是个什么东西，就你也配？什么时候说过要当明星？你们要再当我，别怪我不客气。让你发光了。是。老娘不发威，你跟我拼吗？快走！你就这么想玩？撕我的衣，搜我的身，别过来！你别过来！你救命啊！救命！好像是。啊啊啊！
下。你继续。我的脚啊，我的脚！喂，二爷，你不在这里，人家都快被你欺负死了，你一定要替人家报仇啊！好你个时间，你就给我等着，我一定会让你都好死！疼啊！处理处理，结束是。等一下，弟弟，你有没有哪里受伤啊？啊，我是给你送药的。啊，给我的药吗？啊，谢谢。啊，不客气，有哪里需要帮忙的，尽管。好，你慢走啊，陈总。再见。喂，金豆，妈咪很好，以后妹妹要乖乖听小沈阿姨的话哟。上次送冰，这次送药，陈处不会是喜欢我吧？难道陈处就是败家子？心动不能够便宜他了吧？你该不会是陈柱吧？怎么说？你到底是不是？陈柱那么矮，你确定吗？好像确实不是比较好，身高对不上，败家子起码也是你爸。好吧，我是错了。那我跟你讲，我发现陈柱好像喜欢我。陈柱喜欢你？你确定？上次我脸疼，他送了冰块，这次又送来药，对我特别关心，看我的眼神都默默含情，不是喜欢我还能是什么？你就没有想过，陈柱是帮别人给你送的？别人？哪个别人？比如他老板。大魔王，你开什么玩笑？这老板已经看我好几眼，怎么眼神里的杀气越来越重啊？老板，是不是做错什么了呀？没有，特别优秀。啊，真的吗？老板，你是在夸我吗？对啊，在夸你。非洲最近有一次项目，你去那个总监工，回家收拾收拾东西，再说去报道。非洲。老板，你结婚了吗？什么结婚？连女朋友都没有。啊，那你可以结婚了。结婚？哎，老板，我这心思可都在你这儿呢。啊，我的意思是跟着你搞事业。给你三个月的时间，老实结婚。啊，老板，哎，这。难道我要去非洲找个媳妇儿吗？啊！这个冒失鬼，东西掉门口了都不知道。师姐，你这……老板，我你怎么进来的？你还看，快转过去不许！
师姐，老公，又被摔到哪里？你还能站起来吗？我腰扭伤，我起不来。我扶你。你不许。行行行，我看你，我闭上眼。你往哪儿摸呢你？是你叫我闭眼的，我不摸你，我怎么扶你起来啊？你个流氓！疼。还疼吗？不疼了。你不走了？啊，那你快走吧。啊，这边你下人想怎样好不好？对呀，啊，霍总今天有没有来？霍总临时有事，一大早走了，你找霍总。走了，走了好，走了好，幸亏他今天不在。不然见面也尴尬死了。我和霍景川都疯了。想不了。对了，石元举，下一个场景在17号棚附近，导演让你先去过个目，看看合适不适。好，没问题。半小时了也不会消息，到底在干什么呢？喂，17号摄影棚，我找到了。哎，这怎么有两只小野猫呀？好可爱！你在片场？你是在找摄影棚吗？不是，你昨天不是扭到腰了吗？今天怎么还到处乱跑？上头安排的活嘛，难道不做吗？你以为都跟你一样啊，白家一个人赚十万花十万。哎，你怎么知道我扭到腰了？哦，对，那昨天你告诉我。是吗？从昨天晚上开始，我的脑子晕。昨晚？晚上？没什么。哎，这摄影棚怎么这么乱？我不是要在这拍什么，来人收拾一下。哎，来人了，我先不跟你说了。怎么还不出来？一组人呢？刚刚是谁打的？有没有人？外面有人吗？放我出去！我手机，来人啊！有没有人啊？放我出去！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这个时候应该在片场啊，关机做什么？喂，哎，霍总，什么指示？今天戏拍的怎么样？哦，今天还在搭景呢，明天早上就要开工。放心，一切顺利。不是说下午有场戏在十七号？下午？今天没戏啊？十七，十七不在片场。十七，石编剧，你们太奇怪了，石编剧了。是奇怪。是呀，石编剧今天下午都没出现了。是他会不会去？霍总，喂，喂。一百多块的飞机。对不起，霍总，今晚台风入境，航班全部取消了。喂，立刻把人去取消吧。看看石浅在不在。霍总，找了很多遍，根本就没有十七号硬棚。石浅，找到没有？在不在酒店？酒店的前台说，上午石编剧出门之后就再也没回来。他会不会是回家了，或者临时出来办个事儿？从现在开始，所有人停工，我去找石浅，掘地三尺也把人给我找出来。来人啊！有没有人？那找着了没？没有，没有，没有。哎，霍总，这晚您怎么来了？您自己开车过来的？石浅呢？有消息了吗？没有，我们都找了一圈了。石总编会不会自己开车走了？晚了，接着找。等等，走了。就是这儿，就是这儿。霍总，这十二号房我们已经找过了，怎么还来找一遍呀？喂，十七号摄影棚，我找到了。哎，这怎么有两只小野猫呀？只有这里有猫，一定在这儿。接着找，警察副警察。有动静吗？这边没有，这边也没有。霍总，这边我们真找过，真没有。石浅，石浅，你在这里吗？你能听到吗？霍总，这我真找过了。石浅，你到底在哪儿啊？霍总，来。霍星川，救救我！霍星川，霍星川，我在这儿。霍总怎么了？救救我！我在这儿，你不要走。你没听到这声音？没有啊，霍总。你是不是开车太累了？要不咱先回去休息。你不要走，霍金川。救救我，霍金川，我在这儿，你不要走。石浅。我不是在做梦吧？真的来了。是真的，你没有做梦。你现在怎么样？还好。你刚刚不是要走吗？没有找到你，我怎么能走呢？
等你伤好了再报答我。霍景川，你今天特别帅，我想回家。师姐，师姐，快叫救护车！有没有人啊？有没有人？有没有人啊？救救我！救救我！有我在。当然是了，怎么了？吓死我！我还以为你是……你以为我是谁啊？没事，我只是做个梦。我一定是被霍景川的美色迷惑了，真是什么梦都敢做呀！居然梦到霍景川和败家子是一个人。梦见什么了？吓得这样？没什么，就梦到一个人。他长得跟你很像。什么人？算了算了，就是一个败家子，他还给了我好多好多钱呢。小彩迷，我一定是还没好，怎么心跳的这么快？你脸怎么这么红啊？啊？啊？今儿热，今儿热。嗯，今天几号了？我睡了多久？一天一夜了。啊，对了，你的药卡，医药费是3671，还是23？什么？安姐，只剩20了。我一定要走，我没有钱，我没有钱。你是要把自己闷死吗？别管我，让我睡死算了。你就不想知道是谁害的你吗？找到凶手，你的医药费就可以让他承担。谁？凶手是谁？推荐你放安静，这个病人需要休息。敢拦我？知道我是谁吗？凶手来了。石浅，你知不知道你给我惹了多大的麻烦？是你害的我。是我，又能怎么样呢？你看你现在不是已经没事了吗？哎呀，这不知道的人啊，还以为你死了瘫了。整个剧组。就因为你现在搞的是人仰马翻，而我的名誉你赔得起吗？而我的名誉你赔得起吗？你害你还恶人先告，知不知道你这叫谋杀未遂？如果你出了什么事，你还能真在这儿谈名誉？你何必在这儿大惊小怪的呢？只是跟你开了一个玩笑而已，你不会连玩笑都开不起吧？那是你开玩笑，差点害死我李老。你就是贱命一条，就算你死，我一样赔得起。
况且又不是没事儿吗？哈、啊，不过就是一个幽闭恐惧症而已，柔弱。原来你知道了，那你就是蓄谋杀人。哼，霍总，您瞧瞧他这说的是什么话呀？啊，不就关了半天吗？这人饿一饿也饿不死啊，是不是？我跟你可就不一样，我呢可是大秘籍。如果我的名誉受到了损伤，你知道这公司要损失多少钱吗？为了公司不损失，最好的办法就是和你解除。什么？这个女主角，我不要当。总，您这什么意思啊？您不要忘了，我呢，我是霍安。那又怎么样？好。你真的好自恋，就是因为他，就是因为这个贱人，你要跟我解约？你贱人就要为了他好，没想到你还真挺有本事呀，师姐，你当初真是小瞧你了啊。知道了，看来一定是你床上功夫还不错，霍总勾引的，对你失了心，让霍总现在因为你这个贱人，公私不分。啊！我就让你好好保护霍总，我今天就要撕了你的脸！你如果再这样说，就不仅仅是贱，我会让你在这个行业里吃恶心。景川，你干什么呢？二爷，他们欺负我，你可替我做主啊！我都听到，放心。原来这就是传说中的霍二爷，霍景川的亲叔叔。景川，更换女主角可不是一件小事情。电影都拍到一半了，你一怒为红颜，这样公司得损失多少钱？原来后果谁来承担？我做的决定，我承担一切后果。霍景川，你为了一个女人，自损霍氏利益，我看你这老总的位置能坐多久？霍氏的事，就不了二叔费心了，每年的分红不会少了二叔。冥顽不灵，就等着死时落火吧。王总，二爷，李哥，放半天了，说吧，什么事？霍总，你为了我换了电影女主，就跟你二叔翻脸了？你不会是喜欢我吧？我喜欢你，我喜欢你。对啊，你为了我换了电影女主。承担了那么多损失，不是喜欢我是什么？那我如果真的喜欢你呢？这个嘛，虽然我长得漂亮，又有才华，身体也好，善良可爱，乐观向上，但你身家上千亿，我可高攀不起。
可我觉得没有那招。霍景川，你要干什么？你们说我要干什么？我想去。你闭眼干什么？很期待吗？黄景川，你不会以为我要亲你吧？咱俩到底谁喜欢谁啊？黄景川，你个大混蛋，谁会喜欢你？臭美，没良心！哎，师姐，我代表组里的同事们过来看看你。谢谢王爷。嗨，应该的。这次你出事，我们所有人都没有察觉到，整个剧组啊都觉得特别愧疚。哎，特别是霍总啊，专程开了5个小时的车，顶着台风和暴雨。专程过来看你的，他开了5个小时夜车来找我的。是呀，哎，平时咱们看霍总冷冷淡淡的，没想到他对手底下的人这么好。这一次他多亏提供了小梦的线索，要不然不敢设想。哎，我还得赶回组里一趟，你呢？好好休息啊。嗯，导演慢走。哎。那家伙居然为我送了这么多。哎，不对，小猫，他怎么知道小猫的？十七号摄影棚，我找到了。哎，这怎么有两只小野猫呀？好可爱。小猫是我和败家子打电话时说的，霍景川怎么会知道呢？发什么呆呢？刚刚下来过。没有。嗯、啊，那个刚刚导演来了。身高也和败家子差。看什么？今天过来的。有没有可能，霍景川就是败家子？有没有可能，霍景川就是败家子？师姐。啊。走神这么多次了，你今天是怎么了？没事。医生说我明天可以回去了。工作那么忙，你不用一直陪我的。我不是专程来照顾你的，不要自作情。手机给你转过来了，和朱莉勾结的那些人话，完全没有。败家子给我打了这么多电话，败家子是霍景川吗？打个电话试试。喂，老板，今晚8点我已经提前了，你能赶回来吗？可以。你刚才说什么？看来是我想的。败家子那家伙也不知道忙什么呢，居然都接了电话。霍总，您又来了，您真是对手底下人太好了。刚才我还对师姐说呢，要不是您坚持的话失踪，并且还知道12号摄影棚有小猫的消息，这事儿后果不堪设想。你跟他说有小猫？这不能说吗？没事，鬼点子倒是挺多的，还知道打电话试探。戒指，
老板，你找我。说进他来。不承认。好好休息吧，明天就能出院了。好，谢谢。门口会不会有个戒指呀？应该是你的吗？ 戒指，可能是我老板的，他刚刚走。 白小子，你年前那晚的男人是你，这三个月，你一人分饰两角，把我耍得团团转。什么意思？不是，小姐，你别生气，听我解释。你站住！你解释什么？每天晚上跟我聊微信的人是不是你？是。公司招募资料骗我的人，是不是你？是。 你演技可真好，不愧是娱乐公司的大总裁，让我很不好意思。不是的事情，我没有想耍你。你想跟我说，你不想开嘴。是这样的，从今天开始，我们一刀两断，戴上戒指过来。 怎么样？有没有受伤？ 妈咪，你回来了，我好想你呀！妈咪也想你们，幸亏妈咪有你。妈咪，你是不是不开心？没有呀，宝贝们，我们马上要搬家了。为什么要搬家？你不是说这里以后就是我们的家了吗？霍锦川那个大骗子，绝对不能让他知道金豆营的存在。你们乖。 听着啊，无论我们去哪儿，哪儿就是我们家，好不好？嗯。宝，你真的决定了？为什么？霍总多优秀啊，钻石王老五啊，对你又好，又是孩子的爸爸，你俩就是上天注定缘分。你都说了，他真的吗？怎么可能？不过是耍耍而已嘛。 有些人的游戏，我可不行。哎，怎么会打不通呢？霍总，我不会把人拉黑了呀？叶教长呢？ 让人事把联系打电话给我。我走了，你好好休息，别想那么多了。好。喂，哪位？霍总。 之前他。
霍总，就是你上次来看金豆银豆那个地址，谁想他就在这儿。好姐妹，我知道你对霍总有感觉，就当给大家一次机会。谁呀、啊？小小吗？师姐，师姐，你开门。你来干什么？你给我一个解释的机会吧。我不想听，快走。师姐，开门。我错了，我向你道歉。师姐，知道你听得见。你先开门，我们好好谈一谈。不开门我不会走的。知道你看到了一点。阿米，霍叔叔还没走，霍叔叔看着好可怜。不用管他。行吧，到时间了，快去把妹妹带着睡觉去。妈咪，霍叔叔走了，不在外面了。早就知道他不会回来，不愧是个大骗子。妈咪，爸爸在楼下。行行行，走，再不睡明天要迟到了。可是爸爸，难道你不是你爸爸？你不要管那些不相干的人。妈咪，爷会不会欺负叔叔？你快滚，睡上去。都十一点了，他不会还在楼下等我吧？幸好我是个傻子，没有在这里迎合。金豆银豆，起床了？怎么了？妈咪，昨天爸爸为什么没回来？被雷劈死了吗？没有，他回家了。那就好。银豆，妈咪问你，你为什么叫他爸爸？你很喜欢他吗？嗯，喜欢。那你想让他当你爸爸？想。你呢？我也想让霍叔叔当爸爸。妈咪，你今天要上班吗？对呀、啊。来，把书包背好，咱去上学去了。妈咪也要上班了，走吧。老板，你怎么了？不舒服吗？脸这么红，发烧了呀？这你没事，消个炎。呀，那怎么行？我去给你冲杯药吧。那么大的雨，淋了一晚上，这铁打的人也扛不住吧。
怎么了？之前他来了，但是事情呢，终于就能辞职去。什么？他要辞职？时间，你真的想好了要走？是啊，如果我继续待在这儿，以后大家今年都干。没想到你闹成这样，有机会。师姐，你真的要走吗？我们都舍不得你啊。对啊，师姐，怎么这么突然就要辞职啊？我会想你的。谢谢大家这段时间的照顾，我也会想你。虽然我辞职了，但大家以后都还是朋友嘛，记得经常联系。拜拜。这畜生！天哪，难道霍总和石浅有情况？一个亿万大总裁，一个普通员工，我的天哪，这是什么灰姑娘飞上枝头变凤凰的故事呀？小说照进现实啊，朋友们，我好激动呀！霍警长，你想什么？你放开我！我只是想要一个解释的机会。我不想听你任何解释，你走开。听我说，我没有情，我也没有玩到你的感情。你走开！师姐。是真心喜欢你的，知心还在这里。你不知道，你不吃下药，你要干什么？烛光照着我的正房，你的，不要脸的男人。这个现在我是在骗你吗？师姐，为了你我要什么脸？为了你我可以连命都不要。你是霍氏大夫，我可承担不起。小薇，你为什么相信我？跟大家宣布一下，从今天开始，石浅就是霍氏总裁夫人。天哪，霍总和石浅真的在一起了呀？我没说错吧？他俩真的有情况？郎才女貌，好般配。霍总还是挺给力的嘛。没错，我只是想迫不及待的告诉大家，在一起。跟我来。今天晚上我请客，大家想吃什么？随便点。好，霍景川，我什么时候同意跟你在一起？你也没说不可以。你不要脸！如果你愿意，我还想召开记者发布会，向全世界宣布你是我的女王。我不同意。那怎么样才能同意？时间。一开始我确实存在动你的心思，但这段时间相处下来，我发现我真的很喜欢你。感谢老天爷让我面前那个女人是你，五年后又让我们相遇。跟我来。这里面是我所有的员工，王战正，还有战战，已经全部转到你名下，还有霍氏集团的股份，还需要几年时间才能全部转到你名下。
这样我的诚意够不够？罗景川，你疯了吗？我没疯，这辈子我认定你了。时间，我喜欢你，我真的很喜欢。任命运生死离间，何故今夜？王景川，夫人，夫人，你还是吃点东西。不用叫我夫人，你叫我师姐就好了。那怎么行？您现在不仅是夫人。而且马上就是我的老板，霍氏的股份三天之内就会转移到你的名下。这个傻子，他真的这么做了？其实我们霍总真的很爱你，夫人。自从你上次生气之后，我们霍总连着好几天都没有休息好。昨天晚上又是淋了一夜的雨，一直到早上的七点。对方公司出了事儿，他才赶回公司，又连着开了好几个小时的会，才这样。那没什么事儿，我就先去忙了。傻子，你还别说，这傻子长得挺好看。你醒了。你醒了，感觉怎么样？我去给你倒杯水。辣死。好好好，我不走，我陪着你。还以为在办公室发生了一切，都只是一场梦。真怕他自己睡醒之后还是不肯原谅我。我才或者是夫人，我本来也没答应你。没有发挥的余地。霍夫人这个位置，除了如果让能不能吐露呢？他们苏格我们的泪水在美丽世上不同故事每个目光就得到那我怕过苏尔萨你撒旦啊。我刚刚还做了一场梦。怎么那么多梦？我梦见你嫁给我，我们生了两个孩子，一个男孩一个女孩，男孩姓金豆，聪明乖巧，女孩姓金豆，漂亮可爱。秦川，其实我有件事想跟你说。金豆和银豆，我要继续隐瞒还是直接告诉他呢？秦川，我有件事想跟你说。其实秦都和银都是夫人。我靠，出事了。老板，这个就是泄露我们电影剧本的帖子，现在播放量已经过亿了，而且底下的评论已经300多万，没有办法控制。这么多人都看过了，现在就算是把帖子撤掉也不管用了呀。是啊，老板，现在怎么办？我怎么做？通知导演，拍摄暂停，让技术部门追查泄露出 IP 地址，公关部召开新发布会。公司董事一定会来问责的。准备会议室。是。是看来这会又要开整夜了。
我要怎么帮他？石浅，你怎么来的这么早？几点了？快七点了，我一晚上都没睡好。听说董事会开会开了一整夜，到现在都还没结束。海哥，我去吧。你也一夜没睡，你先休息会儿吧。现在不是问责的时候，这个电影到底还能不能拍？关键是剧本，剧本全都泄露了，还拍了个戏啊？那是有人了，人写的完全不一样的剧本，咱们靠这炒热度。那可不行，钟总为了编写这个剧本花了三年，哪个投资方愿意再等我们三年？是吗？行，我有菜。二爷，二爷你怎么来了？警察二爷，你看看，女主角被你男主剧本骗了，你怎么还好意思坐在这位置上？还有问题，大家伙你们都是演员。哎呦，哎呦，我为难你。妈娘！石浅，可不可以赶紧给二爷重冲一杯咖啡？我是二爷见头时光，在哪叫什么时候都是。霍总，你警察呀，你现在只能在嘴上说嘴，我不建议你投资了十个亿，公司亏损这么大，还需要我们？没错，到时候股价一跌，整个霍氏集团可就栽在你霍总手上。好了好了，那是为了霍氏好。二爷，别看笑话了，我们整天忙得焦头烂额的。我可不是来看笑话，我是来救大家。救我们？二爷，你什么意思？大家都看吧，是跟着霍景川喝西北风呢，还是跟着我吃肉？这什么？这个呢，是接下来新电影的剧本。新电影？没错，这部电影我是女一号，男一号啊是当红小生，粉丝量多的数不清。所以这部剧啊，一定能赚钱。各位，别说我二爷不待见怎么发财，我穿的我店里注定是赔钱货。只要你们支持我，做了那东西，我保证半年以后你们的分红翻十倍。这么好的机会，各位董事长还犹豫什么呀？我们二爷走过的桥可比某个人走的路都多，至少二爷不会偷灌一个红颜，为了一个上不了台面的女人，不顾你们大家的死。糟了，董事们都心动了，不会真的支持霍二叔吧？景帅怎么还不说话呀？霍总，您要的东西果然不出你所料。我和二叔不是想占这位位置，是想让你们火烫一下。你为了坐我这个总裁的位置，抢我壶脏水啊？是不是脏水？二叔心里别清。霍氏二十亿，想让霍氏给你个人还债，你这算盘打的不要太响了。这么多欠条，二爷，这就是你说的带我们赚钱？我名下这么多窟窿。让我们去谈。各位，我的财务上的确出现了一些小漏洞。哎，不过我要上个月，新电影一上映，这节目就崩死。哎，就是在霍总川这部电影剧本都没有，根本就拍不了嘛。谁说我们没有剧本？小丫头片子，插什么嘴？谁不知道剧本泄露了？共患难西北。这部电影从一开始就有第二个剧本。第二个剧本？
我要怎么帮他呢？既然剧本被泄露了，我就写一个新剧本。这是我们早已准备好的第二个剧本。这是你的第二个剧本？咦，这是另一个角度塑造的长孙公主？怎么可能呢？我可是这部剧的女主角，有没有这个剧本我可能不知道吗？你只是被撤换掉的女主角。你这个本子好，比第一部的故事还精彩。这位小姐，这个本子是你写的吗？是我写的。你真是无后世的大功臣啊！咱们的新电影，我彻底放心了。是信心满满呀！怎么可能呢？师姐，你怎么可能懂得写剧本？一定是假的。我要亲自看看这个剧本。怎么可能？师姐，你怎么可能会写剧本？你要干嘛？我公司机密。书里我可以看，我可以看。大叔，没有关系。霍景川，我可是你二叔啊，其他的股东都可以看，我为什么不可以啊？因为其他董事不会泄露剧本。哎，你不要说什么人啊？剧本泄露的 IP 地址，最终查到了你是你的城郊别墅。剧本泄露前十分钟，监控正好拍到你和朱莉驱车回去。胡说八道！家最近我就没有回过你的书，是吗？对着阿姨，二爷，二爷，就是你敢泄露我霍氏剧本！二爷，你是干什么呀？那天晚上明明只有咱俩在别墅，我什么都没做。不是，是你嫉恨景川，和你抢约，你故意报复我们霍氏。你怎么能这样说？这一切明明都是你干的！还敢找人？二爷，你想让我当你的替罪羊是吧？根本不可能，这所有的一切都是你出的主意。臭女人，饶我！就这样，我可以发现你，要不然呢？二叔还会被这臭女人蒙在鼓里。二叔，你不必要跟我解释，证据的我已经交给警方。至于是你还是朱莉，你和警察就是问题。嫌疑人在哪里？跟我们走。在这里，是他们俩。不要过来！师姐，师姐，求求你听从我，我告诉师姐，你现在可是霍氏集团总裁夫人，你不要怕救我。你只要是一句话，说一句话，我们什么样的证据啊？我知道你现在恨我，你和我同仇害我，我对不起你，我向你道歉，对不起，对不起，师姐，我求你答应我，我道歉一文不值，去牢里反省。不要动我，我是诈骗陷阱，他非得抓我。这，你是会后悔的，景川。景川，这个剧本是你写的？是的，昨晚写的。一晚上？对啊，其实吧，我构思了很久，只是昨晚才刚刚弄到纸上。你觉得怎么样？可以吗？很好，非常好，让我惊艳。真的？这可是我第一次写剧本，难道我真的是那个被埋葬的天才？对啊，你就是天才，天赋异禀，才貌双全。这部剧的总编辑就是我的小天才。真的吗？我真的可以吗？你真的可以啊，这些董事们的反应就说明了一切，我相信你。我
进来，老板、夫人，锦衣那边现在已经有消息了。结果怎么样？二爷买通了佣人作证，说跟自己毫无关系，他把所有的责任都推给了朱棣，朱棣至少要判三年。我二叔出来了，二爷已经被保释出来了，我们要是能找到那个玩偶就好了。 U 盘里的罪证肯定能给二爷定。原来那个 U 盘里是霍二爷的罪证。妈咪，你回来了。又忘了和霍景川说孩子的事儿了。算了，当务之急是先把玩偶找到。阿米，看看我们找到了什么。玩偶在哪儿找到的？冰箱里，让这个小笨蛋说吧。我怕它热，所以把它放冰箱了。你这个善良的小迷糊，走吧，我带你们去找爸爸去。妈咪，这里我们来过。阿米，爸爸是霍叔叔吗？爸爸是霍叔叔吗？对呀、啊，你们的爸爸是霍叔叔，开心吗？开心！耶、yeah, ，我有爸爸了。喂，锦川，你在公司吗？在办公室里，想你了。你马上就能见到我了。你回公司了？我要给你一个惊喜，一个很大很大的惊喜。有你在，每天都是惊喜。你在哪儿？我去接你。不用，我一会儿就上来了。一会儿见。你好，你所拨打的电话。老板，你怎么下来？尸检呢？看到了吗？夫人，没看到啊。你好，你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怎么，夫人她不接吗？关机了。尸检可能出事了，调监控。你们好大的胆子，竟敢在霍氏门口绑架夫人。霍锦华，你真的很伟大呀，就连带着孩子的女人你都要。是你绑架他们，你如果伤害他们一根好吗？我让你死无葬身之地。哼，你以为你二叔是夏大的？我给你一个小时准备100亿打进我的瑞士银行账户。小时不够，需要3个小时。不行，霍氏的流动资金不止10亿。我就给你2个小时，你筹不到100亿，就等着给他们收尸吧。好，可以，就2个小时。霍景川真的收了资金了？是的，二爷。没想到霍景川还是个情种，为了你，这两个捉妖兵愿意出100亿。你现在拿到了钱，你也走不了。如果你放了我们去自首的话，自首？你想得美！再过2个小时，老子就100亿坐上去了。是逍遥子，和你这两个拖油瓶只叫的手指灰。要干什么？你不是说拿到了钱就放了我们的吗？放了，我是在骗霍景川那个傻子。太气人，他看到你们三个手指交尸，那得有多么痛不欲生啊！你这是谋杀，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为什么？那个该死的小贼，他生下来就抢走了我所有的风光。
从头戒指老子都传给了他，霍氏本来就是我的。原来我还找不到霍景川的弱点，刚好你的出现，他看你比看霍氏还重要。爱美人不爱江山，这样的好机会我怎么能放？我要杀了他！二爷，走，去我的私人机场。是二爷，霍景川正在全城搜索，他会不会找到这里救了那个女人？他根本找不到，我的计划天衣无缝。霍景川啊，霍景川，看到自己的女人被你害成这样，这样的滋味一定刻骨铭心吧。走。爸爸吗？老伴儿，你们别害怕，爸爸一定会来救我，妈也和你们在一起。爸爸，你们别怕，爸爸会来救我们的。来人，找我了，有没有人？救命！救命！找我！妈妈，我不会不会被杀死，不会的。妈妈说一定会来找你的，我们在这等着妈妈好吗？爸爸，爸爸。救命！师姐。就是他，你一定会来找他。来晚了。我一点都不晚。我每次遇到危机，你总会找到我。幸好你在路口遇到了我，让我能够找到你。事情一定会给我留下线索的。老板，查到了，太平山的路口有一辆车上留下玩偶。是师姐，立刻去太平山附近搜索。师姐一定在那里。是。就是，你一定能找到那个线索。金导，金导，爸爸来了，怎么样？你们受伤了？爸爸，我们没事儿。我们没事儿。对了，有件事儿一定要跟你说，不然我怕来不及了。好，你说。其实五年前的影，青岛和尹岛就是我们的孩子。我的孩子，我的孩子，师姐，师姐。二爷到了，钱怎么还没到？我们要等到钱到了再走吗？算了，不等了，走吧。霍景川啊，霍景川，
就算你不给我打起来，老子到了瑞士一样东山再起。最心爱的女人死定了，这一趟值了。走吧。哎，什么人？放开我！你知道我是谁吗？老实点。我又没有犯罪，放开我！霍景川先生已经将你的罪证交给我们了，后半辈子你就等着牢底坐穿吧。什么？恭喜《长孙公主》票房破百亿，成为我国电影史票房第三巅。顾总好，这是我儿子何品文。顾总，你这么年轻都有儿子和女儿了，恭喜恭喜！你说还挺帅的哦。安凡凡，我觉得还没有我儿子帅呢。对，顾总好，这是我儿子，帅不帅？这是我女儿，漂亮吧？像不像我？行行行，喜欢真可爱。爸爸，这个小野猫又在想我们。哎，霍总呀，这窦云涛也来了，真可爱啊。那当然，是基因好。哎，是是是，基因好。导演，记者会要开始了。来我这儿。过来找小姨。爸好棒啊！那当然，给我看看你是谁的老师。满意，你的好名字在梦中一直响。小姑，接下来是提问环节，有什么问题可以开始。首先，恭喜长孙公主成为我国电影史票房第三名。然后，由我及广大影迷提出大家心中最疑惑的一个问题，请讲。那就是这部剧的编剧到底是谁？对呀、啊，听说总编剧是个名不见经传的新人。新人？新人能写出这么精彩的一部史诗巨著吗？他到底是谁啊？你马上就要名扬天下了。金晨，我想要幺二吧。我去吧。回来。相信大家也听到传闻了，不错，这部剧的编剧就是公司的新人，他黎明受命帮霍氏解决了所有困境，而这部剧正是他第一部剧。现在有请长孙公主的编剧石浅上台。哇，画面好漂亮啊！真的是长孙公主的编剧吗？紧张。大家好，我是石浅，也是长孙公主的总编剧。石总编能写出如此厚重的历史长剧，能问一下你的年龄吗？我今年25岁。这么年轻就获得了百亿票房的电影编剧，您现在是什么样的心情？我很开心，也很荣幸，很感谢大家喜欢这部剧。这就是我的女儿，得其如此，夫复何求。所以我一定会继续努力的，谢谢。妈咪好啦。石浅，嫁给我吧，嫁给我吧。All my friends are faded, one of them's half naked, that's when I really start to hate you. Don't want no empty love.